国了，玲珑还在麦川搜集设计图的材料，有点想念他呢。说到玲珑，不得不说她笑起来真是好看，绝对是东方韵味的女神。哎呦，不像某个只会大叫的无理丫头。丹喵，我要揍扁你！我们莉莉丝王国的妹子也很可爱，好吗？对了，波波是莉莉丝王国的，你们的搭配是不是都那么梦幻呢？莉莉丝王国是云端帝国与苹果联邦的邻国，像个充满趣味的可爱童话世界。我们擅长华丽梦幻的搭配风格，